天子让韩国相关的产品进入新的出类，然后出入民众国，让上推出来主要目标的客群是后生人，我买本期的强音是天子让的天然食品，成为市场来到台湾卖。不过之前出空调，从是两种的产品，含是含住尼古丁。提出为让用到空间，同时基金会也提出了相关的数据讲，天然食品在欧洲、纽西兰、新加坡和澳门都是禁止是卖不得的，美国的哈斯是含的个审查当中，推翻推动让会封止这件33年研究的，针对从这两种新的产品，英国为海南业界来把关。也给在几多贵手机、公会贵科技包装就像上市产品，是一种天然盐的新产品，天然食品。黑间加工处理过的盐分呢，表面过内度风，等到本土都已经的产土，食盐的呢就做得稀巴。因正一种盐不是电负比少，所以过无买给盐。产品主要爱买本好生意。电子烟是液态的，它是一个药物液夹，然后呢一个锂电池，一个雾化器。但是呢，这电热式烟品，它只是把这个药物液夹改成固体式的烟草制品。它事实上在刚开始启用的时候跟使用中，还是有所谓那种烟雾的逸散出来，虽然没有经过燃烧，在那么高的温度下所产生的化学变化、物理变化还是存在，所以烟草里面所含有的物质一定还有一定的程度会存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医生表示，虽然盐松讲天然食品对人体的危害无像传统的盐安胎，不过只要黑盐就有尼古丁，身体会用烟头又会松到空间。香港一种新的盐品也下含盲油以后增剂。另外，民间团体强调，就连美国 FDA 对一种产品都限制做可可生产，台湾黑工青菜开放，对民众的空间听说没有影响。更夸张的是，他们要用其他烟品管理。第一个，他不用去登录明示他的排放量，他不用去标示焦油、尼古丁等等的排放量。第二个，他用其他烟品的一个方式，他会让他课到的税又更低。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决定，他究竟要用烟品还是用药品来进行管制。当他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没有管制。当他没有管制的时候，就是放任我们人民的健康受到烟商的一个毒害。不论是电子烟，或者是我们最近听到的加热式的这个烟品，它事实上都是属于尼古丁的输送器。民间团体强调，烟害防治法已经19年内都无修正，根本无办法应用检出来的新烟品。烟富裕政府应该调整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当中天子烟的定义，我将天然食品列入天子烟来做强制规范，好来维护大家的空间。下个新闻，请有者陈心怡特别报道。